都死了，现在我礼拜就是这么多，这些东西都死了。好，我们开始了啊！来，我们按照什么顺序来呢？坐好 ，everybody 坐好，对，你们俩坐后边行，后排前后排可以。按什么顺序来？从哪开始？凯阳，不要，那就是庆阳吧？那抽签吧。来，你们怎么抽啊？剪刀石头布可以。来，剪刀石头布。僵尸的布，那边，第一轮，你们俩，那边玩，那些就不用说。输的人先呢，来开始。来，大声，李白乘舟将欲行，独闻岸上踏歌声。桃花潭水，桃花潭水，送千尺。什么千尺？送千尺。就只忘了。桃花潭水什么千尺？太阳坐。桃花潭水深千尺，是吧？不及汪伦赠我情，快解释一下这个诗是什么意思。It is something about. 不用 about 了，讲华语。水。桑田把的水。你们要听是水原始意就是水，引申意才对。对，可以学一下。水之后呢？说水很深，是吧？水很深什么意思呢？比喻成，比喻成什么？深。他说鼻声深，其实讲的是什么感情什么？李白和汪伦是好朋友，然后呢，李白在汪伦家住了很久，然后蹭饭，还一块儿喝酒，还蹭吃的。汪伦是个汪伦比较有钱，而且走的时候还送他的各种东西，让李白想。我给写首诗吧。所以李白这个汪伦这个李白乘舟将欲行，李白要坐船走了是吧？将欲行将走了，忽闻岸上踏歌声，就汪伦来了，就打着拍子在这唱歌送他。所以他说桃花潭水深千尺，这个水很深是吧？但是还不如汪伦对我的感情深，不及汪伦送我行，是吧？来，你们再来第二轮。这个你主动啊！好，来，凯阳来，大声！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我先问宋老师。临行密密缝缝，意恐迟迟归。谁言春草新发的山中之前学的。好，解释一下什么意思？我们之前学很多，对吧？是关于什么的？妈妈。解释一下什么意思？这个。你看哪个你能背的？解释一下呀，是关于什么的？关于真的吗？有猫吗？就是那个叫什么？然后呢？那个我先怕，他在外面是有猫吗？被冻死。被冻死。被冻死。被冻死啊！然后呢？然后我就不知道。然后他缝什么？拿着针缝什么？缝他的衣服是吧？因为这个对他缝。对，坐好。把你脚打开，坐好啊，坐好啊。对，你立正，就是站起来，立是站是吧？对，你站就行了。那个，然后呢？然后怕他儿子冻死，就给他缝衣服啊。缝衣服缝得很密是吧？就怕他儿子不回来，回来晚上。所以说这个，妈妈对孩子的爱就像是太阳对这个小草一样是吧？这个小草它需要太阳，但是它不可能报答的，这是无私的爱。冯小二，你跟姐姐来全都是剪刀石头布吧？谁头剪刀布？现在是魏明，你跟魏明在临时抱佛脚，临时抱佛脚，庆阳可以了，庆阳临时抱是吧？你们俩，你跟你们对，剪刀石头布还是你先？一会儿来吧，还没商量好，没商量的话，那个临时不行，验孕要不验孕你背一首，来，
去背诗了。家长先上台。我昨天准备了一首。啊，小朋友坐好，坐好了，胡叔叔给你讲一首诗啊。哦。坐好，小朋友坐好了。向上天高，白毛浮绿水。哦。啊，这就是太阳六全的。啊，这个很棒。好，冯叔叔现在是暮春。什么叫暮春呢？就是指春天的结尾，就暮春之后就初夏，对吗？我们现在比较应景，因为我们要讲一个暮春的诗词，所以昨天我稍微找了一下，找一个唐朝诗人白居易的一个诗，叫《大明寺桃花》，好吧？好，这个是七言的诗，我给看我能背下来吗？就是啊 ，OK， 开始啊，在镜头里吗？大明寺桃花，作者白居易，唐朝诗人。人间四月芳菲尽，山寺啊，人生 camera 盛开。长恨春归无觅处。下一个是什么？长恨春归无觅处。这是第二句，没事。不知转入此中来啊，不好意思啊。这个我大家准备延伸一下啊，这里面有个知识点啊。这个是说，人间就是指平地上的桃花，已经芳菲尽，就桃花已经落了。但是山寺桃花始盛开，对吗？这个山寺指大明寺，是指庐山上面的一个寺。庐山是我们江西的一座名山啊。这里面有个知识点。大家听我讲这个知识点。我明天洗澡，同学，你们给人老师。不是，这里面一个知识点，问一下大家啊，为什么在平地的桃花已经没有了？为什么在山上还有桃花呢？刚刚开，小朋友是知道这个知识点。放一个。啊，这是个知识点，就是说，它的在山上的气温比较低，所以春天来的比较晚。高就越那个。所以每升高1000米，这个。气温会低6度啊，你们应该知道了6个摄氏度，所以呢，它的春天比人间的山下要晚一点啊，这是一个知识点，好吧 ？OK， 好，这是我的事啊，不好意思，中间忘了一下。新加坡的最高高峰只有120多米，所以说没法冷。小朋友，你们去过金马伦或者云顶高原，你就会感觉到我去过金马伦是1800米，我在山下的时候是28度，好长，太长了，走到山上没有18度的，所以低了10度，所以这是1800米。啊，那1000米低了10度啊，大概这样子，每1000米低6度。好了 ，OK， 来下一个，结束了没？对，魏明，爸爸完了就是你来，待会儿青阳说话了。你妈妈叫来。魏明背一下你。背下唐诗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妈妈在洗澡。好，现在是胡伟明同学。魏明还有青阳同学，青阳两个选一个。你需要背。背诵的，像背啊，没听到，哎，背了什么？正在背神仙子，我以为背了。临时抱佛脚，魏明呢？背好了吗？魏明，来，上这儿，来背好了，大声的背，背一下就行，背首诗。魏明，可以随便背一首，可以随便背一首。来吧。这个有点太简单吧，对一个中学生来讲。魏明呢？你们俩都中学了。我背一个吧，背一个。明天几时有八九分？明天复制贴上公车地址，你怀念我一整份忘记。这空城楼一里江城，是啊。寒栖楼起舞。啊。起舞。弄清影。何似？再见。专诸。断诸葛。我不知道。山无眠，不为有恨。头绪苍苍，白云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。此事难全。单元长久，千里共婵娟，转诸葛。魏明现在是搞清楚了吗？会了。他不会啊，你魏明也临时抱佛脚。魏明差不多了，抱好了吗？啊，抱好了，去吧，来，魏明先来。妈妈背，他抱了个短的。我太简单。妈妈背，不准备。来，魏明开。来，魏明来了啊！魏明站起来。站起来，张队，站起来。我不会，大声一点。白云深处的家，
香艳红红鱼二月花，讲讲什么意思？描绘景色。哎呦，这么简单？这什么景色？再深入一点。秋山。不要背这个。景色。对不了啊。秋山。秋山。啊，什么样的景色？秋天的景色。什么样的景色？还有。就是在我说的诗里。OK。好，霜叶是吧？你看秋天的时候，如果在北方的话，就是这个叶子都变红了。啊，就很漂亮，那种漫山的那种颜色，霜叶红的二月花，是吧？你别忘了，你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背啊？记住啊，要不你朗诵一下吧。哎，明白，好了。还有暴风雨的鸟。好，嗯，青阳，你爸好了吗？哎，没有。啊，好，这样。明天这个。来，我看看。啊，叶子。啊，这个。这个是现代诗，那让你妈妈下来吧，春章下来吧。这个像国学吧，你问问风老师。打算背海燕吗？我背了，现在还在问蔡司了。主要写的是古代诗，是哈，这属于这瞿秋白的属于现代诗。现在高尔基的啊，哦，高尔基的那个哦，瞿秋白译的啊，但是他翻译的另一个版本是吧？这种就没有那个什么的。这是海燕是吧？是海燕，对。但他翻译是暴风雨。在苍茫的大海上，海燕。黄昏卷起走，你可以背过啊。以前小时候背过，他们之前现在能背过吗？他们之前看了一下。所以我背虞美人。这虞美人是一个词牌名，那它又是一种花，很漂亮。这首诗我背的是南唐后主李煜写的。南唐后主是个倒霉蛋，他的国灭了。磨灭了之后，他没死，然后他很伤心，就有一天晚上睡不着，就写了这一首。当时，春花秋月何时了？往事知多少？小楼昨夜又东奔，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。雕栏玉砌应犹在，只是朱颜改。问君能有几多愁？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就是讲东西都还在，就是不是他的。那高尔基的基是什么基呀？基础的基。高尔基是基础基啊。青阳还在报复吧？青阳，你报复脚报，继续报。我插一个内容，哎，讲讲古琴啊，那个讲讲古琴。看看古琴，哎，去。哎，插个内容。关老师讲什么？另外还有人在报复的李煜，李煜是你说倒霉蛋是真的。不，李煜后来也是，他后来被毒死了吧？他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他活多久。没活久，也不用想。没有，当时刚刚死已经很不错了。能让他活多活几年，所以说总体来讲，宋朝的比较开明，但是没办法，你王国我们多点解释啊，应该死设计，就得像崇祯一样，没办法。来解释一下吧，同学们。凯阳。Ladies and gentlemen。Ladies and gentlemen。啊，什么来着 ？OK，Professor So will introduce 这个叫什么古筝啊？古琴的。你们让你也可以拿过来。哎，同学们，我来介绍一下这个古琴啊。这个不会啊。但是我一分钟。我家外婆家有这个。外婆家是古筝。这古琴是中国人讲琴棋书画是吧？听说过是吧？你那个不是这个，是这个琴吗？不是这个琴，但中国人讲的琴棋书画讲的是古琴啊。那古琴的历史悠久，古琴的历史非常的悠久。这个你看那个几根弦？这个是六根。二三四五六七，这是七根，这是六根啊。对，这是六弦琴，这是七弦琴啊。其实以前是五弦琴，因为以前中国的古音乐是五宫商角徵羽嘛。但后来是谁家那根忘了？总之是有一个圣人家那根，又一个圣人家那根，我看周文王家那根还是谁家那根，我也是忘记了啊，就变成七弦琴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古琴呢是一个弹拨乐器，这个
这是用什么山木做的？前面有什么桐木？就是有些个著名的，那个叫什么焦北旗是吧？就一块木头要烧火了，被填进那个灶台了。然后那谁那个旗是叫什么来着？听着这个声音，巴拉巴拉，是好木头，赶快拿给掏出来。掏出来之后啊，那浊旗是叫啊，浊旗是。然后掏出来之后，因为它浊了之后，那个烧焦那一块实在是不够用的，烧焦那块留着，所以叫焦北旗啊。然后这个它有不同的制式。我这个应该是叫做中鱼是还是忘记了啊，就是您的这样，待会讲讲这个，有一二三四五六七根弦，然后这边是有品一二这十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，就说它有它的说法，七是什么意思我忘了，十二就是咱们的，十二是华人要用的十二嘛，十二时辰，十二生肖还是十二什么？十二是一般天干地支。天干地支十二，对，七是什么来着？七有什么说法来着？沧海生肖。然后这个，这有些说法，就是说这个，这叫什么来着？我的龙池凤爪，就是说它这个琴是叫龙池和凤爪，应该我们就是燕族，对，就是说这个，我想想啊，应该是这是龙池，这是凤爪，我忘了。一般他把这个周琴师的名字写在这儿，这是一个琴诗韵啊，然后它的系列，它的戳，燕族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然后它放班法就是这样放啊，但古人的时候他经常的就放膝盖上什么的，高山流水。这个紫气波雅是古琴曲，很多有名的古琴曲，当然我很久没有弹了，我可以弹一首。算了完全没有感觉了。好，这是古琴啊，这是木头做的，用漆，外边是漆，生漆，然后这个琴棋书画，这个里边的琴是古琴，棋是围棋啊，书法，书画棋啊，所以说在中国讲琴棋书画是吧？然后这个是指琴棋书画，是指说有文采的人都要懂一点，都要懂一点啊，这文化人都要懂琴棋书画。这个以前说什么来着？六艺对啊。琴棋书画骑射，还有骑射对吧？对，就是包括了这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。真的，真的，就说对啊，还有骑射，你得会骑马，得会射箭啊，文武双全啊。就是说，其实中国古代是崇文尚武，说所以北京有崇文门，还有宣武门。好，这是古琴，所以说按照古人的标准，一个是。知识分子啊，是应该姓玄武文化是南京的，北京好像没崇文宣武，崇文有宣武，宣武宣武区的啊，宣武医院啊，宣武有了，宣武有了，玄武是南京的。好，其实我们介绍一下古琴啊，先介绍一下古琴，我打算回头再练练它。这个，然后呢，我们再加点料，介绍一下词。其实这个应该是下次学长。哎，你那个二胡还有吗？二胡没有了，送给你现在。你还会拉二胡是吧？我现在什么也不会，好吧？好了，我再给大家讲一点小。这是什么？下一处我不算数。哎，刘小二，快过去背首诗。我想背首诗。来红掌国清波不合适吧？刚才青阳背这首，我被我制止了。你也想背这首？我想这个杯子一块。远看山有色，近听水无声。春去花还在，人来鸟不惊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讲一讲。哎呀，这还有讲解？就讲解的。为什么人来鸟不惊呢？因为是花嘛。是花啊，就行了。好，那我讲讲瓷器吧，同学们。同学们。对，青阳没事儿，同学们，同学们到这儿来。刚才讲了一下这个中国叫 China 是吧？中国以前盛产瓷器对吧？
这个瓷器和茶叶啊，还有丝绸啊，是一条丝绸之路。新加坡海域曾经有一艘沉船，那个被捞上来，就是以前大量的瓷器从中国进口到出口到欧洲去。所以我们讲讲中国瓷器，这个年代不是很久远，这个是一个青花的小杯的，这个大家听说过独占鳌头，五魁首听说过吗？五魁首。五魁首呀，六呀，那喝酒啊，那个猜拳啊，对，但这个五魁首从哪来的呢？其实是从这个以前有五经，就是每一经有一个就是考的最好的就是魁首，所以五魁首的意思其实就是说你文运昌盛啊，666就是六大顺时，就总这些话都是好话，就是说你好的啊，五魁首呀，六六六呀，状元呢，就叫那状元啊，对，独占鳌头是什么意思？独占，大家知道独占鳌头是什么意思吗？以前状元据说这个见皇帝之前呢，站在那个底下台阶上有个鳌的脑袋上，他可以站那儿，叫独占鳌头。因为状元要去面圣的啊，以前状元是吧？状元，殿试第一名就是状元是吧？所以这个他只有他能站在鳌头上，所以以前说独占鳌头，还有什么文运昌盛这方面都有什么话来着？回首，对，好，我们的这个经呢，以前有五经是吧？都是什么经呢？有易经，大家学过对吧？天行健，谁会？君子也，谁会话吃个巧克力？天行健，哎呦，一愁，我不喜欢吃巧克力。黑鹿，我可以送你一个东西，八宝糖，嗯，八宝糖，我没有八宝糖。送给他那个，玻璃圈。对，我们这是大量的玻璃球，现在开始考试了啊！你看谁的玻璃球多，最后来，哎呦，你没学没玩过吗？小时候没玩过，你我们都玩过。那个叫什么？玩过，我不要玻璃球。那你要什么？弟弟，我什么都不要，我要 shiny Pokemon card。弟弟，谁的？这谁的？哎，这个我不要。对啊，我也不要。Hey, look at this, you mine。我们会有这个。因为宋老师没有什么东西，东西这个玻璃球，你不卖玻璃球，你卖玻璃球啊？小时候我们都谈这玩意儿，你卖玻璃球的话就比较复杂了，因为我们实在想不出来能你喜欢什么。你先攒着，放在你那儿，看你到底能有几个。这你都没有了，我觉得我。I want shiny。好吧。I want shiny。好，你们有福气了。看来这个。这就是奖品，这个不同的杯子。哎，双儿的，你们那小汽车呢？用小汽车了，我这儿已经有两台，肯定是不一样的。你们小汽车，你去哪里？上班的时代，那雷诺啊，还是皮皮的雷诺，翻翻姐。同学们，你们学校是学校是赢了的话，可以拿一个杯子。Yes. 啊，好，来，对对，先拿一个杯子，这不要你杯子，你还没对呢，你还没有呢。啊，那这里边这个不可以拿走，这个是这个币，对你还没赢呢，你要先放着。对，放着。对，输赢的话就可以来拿杯子啊。好赌赢可以。老师，这个说一句话，你接得上去啊？And I wonder if the most cups get this week beat. 好了，同学们，来，我现在开始考试了啊！来，第一个，我们开始讲的易经啊，易经，易经里边，同学们啊，可以拿小车。好，你可以选择拿小车拿杯子，好吧？天行健，谁来接一句？谁接？天行健，君子以，四个字儿。取向，哎呦，君子以取向向天歌啊！天哪，天行健，君子以取向向天歌。日月星辰在这转悠，君子就是生活的。Yes， 哎呀，好吧，弗拉有说呢，天行健，就日月星辰一直在这儿不停的轮转，是吧？太阳上来，天下下来，太阳下来，天下去，天上星辰。然后呢，君子干什么呢？君子就撑着脖子。Yes. Help me. 好了，你被罚了，你被罚了。Yes. 你
边去吧。来，天行健，君子以什么？谁会可以拿？哎呀，别说了，我们的奖品摆在这儿啊。这个呢，同学们，我们的奖品在这儿。奖品啊，随便拿，赢了的随便拿。好，我赢了。拿赢了？不会啊，不会啊。奖品就还有玻璃球。哎，天行健，君子以什么？不知道是吧？不知道。哎，你自强不息啊！自强不息就是要努力，每天都要自强啊！啊，做个好男儿是吧？每天要自强，对吧？这从哪来的？《易经》是吧？这个，那个快点唱一段。什么什么汉，比太阳更光。所以你看黄飞鸿这系列电影，它的这个剧中主题曲，它的背景从哪来的，对吧？从易经来什么？易经从哪来的？伏羲的时候开始的，是吧？然后这个先天八卦，所以说这个中国文化是很牛的。哎，同学们，后边这是诗经了，是吧？诗经，诗经我们之前来考一下，关关雎鸠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是不是？窈窕淑女，君子好。君子什么？忘了。好，那再换一个，这个叫什么？我们学过什么来着？那个叫什么来着？悠悠鹿啊，悠悠鹿鸣。啊，不要乱叫。什么？悠悠鹿鸣后来是什么？啊？悠悠鹿鸣。然后呢？食，好了，我食也。同学们，我不能再写这个。这俩字儿，拿走一个。家长也气死了，拿走一个。你可以拿走一个。别，给你妈妈拿个杯子。啊，这个不能这么多的，不能再拿走。你可以这样，盛一小杯子玻璃珠子，一小杯子。好，谢谢，一个就好了。一个，我用了，你可以多存点，没事，好，行了，那走了，行了，我们这个，所以是后来《书经》啊，《礼记》啊，然后这个，这个人叫什么？叫这是魁星，魁星，这叫魁星，魁星北斗，北斗七星里边有几颗星是魁星，魁星主文运，因为以前这个，魁星。不是文昌星，是魁星，因为主文运的有这个文昌，是吧？级别不一样，这是魁星，就是五魁首的魁。北斗七星里边的那几根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就是它的故事应该是这样的。我想想啊，魁星是什么故事来着？魁星的故事好像是说他中了状元。但以前做官的时候，不光是要看你的才华，还要看你的颜值，啊，真的是看颜值，因为要长得够好看，要好看，因为坐在那儿一坐要看着好看，是吧？这个皇帝一看这个太丑了，这个不行啊。然后这个魁星为啥这么星的啊？这个大哥就很生气，而且很刚烈，就一头撞死在柱子上，啊，忘了叫什么了。不是诸葛亮没撞死，诸葛亮是那个累死的。然后一头撞死之后呢，后来皇帝很感动，就是什么什么，后来就尊他为魁星，就是文命的意思。这个撞死的家伙，撞死的钟馗也是一样啊，对吧？钟馗不是是一样吗？也是好像。所以这是魁星，所以这是一个明朝的小辈儿啊，明朝神话的五经魁首文。好，就放在这儿啊，同学们，我们再来考试了啊。哎，刘太太，让你做好认真考试。对，三十二。子曰：“三人行。”好，麒麟出招。B。来，三人行，没有人会啊。B 有。忘了，全都 B。三人行 ，B 有什么 ？B 有什么？哈，还有什么？一是你有 snow，B 有我诗。我是你有鼻炎，我是最近学的多少啊？我是也。东临碣石，以观沧海。来，拿走一个，拿走一个，去吧，随便拿。江本他们也来过了。随便拿，你想拿什么？随便拿，拿杯子，拿杯子。
弟弟，好意思，不好了，弟弟不好这样子啊。没事。那不是你下次玩了，对不对？那个，你讲。好，我再想想啊，最近学的什么来着？长亭外古道边。你有鼻子。来，这样，长亭外古道边。翻。翻什么？翻草同志。翻舟。翻草。不是泛舟。翻草同志。碧。不是，翻草碧连天啊！他都不行。那个。弟弟不行，翻草碧连天，啊，这个应该会啊，这个，I'm disqualified, okay? 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还有一个。Again. Okay, okay. 要是我最后拿个杯子就没了。没事，你先抖那杯。可以拿小车车。You can donate and then pick one little bottle. 你可以拿走，没事，拿走行了。来，你今天发财了。来吧。还有什么？不要。好了，今天你是状元啊，状元，魁首，第二名没有，第三名没有，你们全部都，我是 disqualified， 你们啊 ，OK， 你们全部并列第二名，并列第二名，每个人拿一个，来。你的辩证没就可以拿。Okay, but I'm disqualified. 行，我们最后一起唱两首歌吧。来，小心点，小心摔着。我们一起唱首歌之后，来，同学们，我们唱歌了啊！唱完歌，我们就可以下课下。啊？你赢了，你赢了，今天你赢了。送别，我们唱送别怎么样？哎呦，孙大勇同学。哎，送别，我们一起唱送别，好不好？来 ，everybody 一起啊！你听着。来 ，everybody 一起啊！送别啊！他被天没生老公。哎，孙大姚，看着你们唱歌了，唱歌了，哎呦，唱歌。咱们来唱歌，拼着啊！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。晚风拂柳树残，夕阳山外山。这个有一个小故事，有点辅助唱的是吧？辅助啊，对，辅助啊，因为是李叔同的词儿，就是说如果我能写出这样的词来，让我死了也行。辅助说的，也写不出来了，江郎才俊。李叔同后面做的五十三，五十三。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。孙大勇。晚风拂柳笛声残，夕阳山外山。孙志勇。天之涯。故事的背景是李叔有好朋友家里破产了，然后跟他告别，然后李叔就写了这首诗，这个感慨人生，这个人生多舛，
说话长话。谢谢，让我知道都转人生不同。我也知道你念错。地之角，犄角半零落，一壶浊酒尽余欢，今宵别。是吴越心烦吧？啊，没有。天，芳草碧连天，晚风拂柳笛声残，夕阳山外山。每月集秀来了啊！哇，还有英语！哈喽，我是刘德峰，我是老弟。我只看你们。这是你们刘明白了。把酒问君 ，as a sky。我爱他不离，韩哥。哈哈哈哈哈。烧成浓雾，烫的眼圈。好吧。今夕是何年？我一生奉归西，为他中留意，苦海苦守候命里，走亲密，何时在人间？这不行。转经诸葛一壶酒，不应有恨，何时曾相遇。拍一个小录像。